好，吴胜元卡特有没有对团队的女生心动过？啊？你有吗？该揍他了吧？网红名人会用 IG 的自由功能吗？哎、欸，你要是郑秀边，他小编最喜欢吧？好、oh, oh, ，对。等一下，女装都是自愿的吗？你们看起来没？我才是不自愿的。小吴佩跟胜元垃圾吗？好想看。这事情不是没做过，是不能播。大家好，我是小吴，没有，乐，我是来回复大家了，百万提问答起来，我们终于有这一集了，真的没有想到，我们现在有这一天，上一次回答说是50，哎，帮30，50，我们50回，好久，见面会啊，然后那时候原本说50要拍，后来就要见面会，对。原本有在看场地的，然后他就一直在延期这样子，但没关系，我们就先来拍我们的百万 Q&A， 毕竟我们回围了70万，那我们就快速筛选了一些，可是还是很多，那今天就慢慢的来回复大家。好的，准备好了吗？可以拍3集。绝对好多集。问题呢，简单就划分成跟工作相关的，然后跟我们个人相关的，或是像我们就是私事，就是可能什么星座啊什么之类的。Oh. 我已经讲很多次了，可是就是还是有人想知道。新的粉丝，我不怪你们，反正就看完喽。第一题，做 YouTube 对你来说有赚到钱吗？哇，一看就来这么刺激的话题。哎、你看看他能没赚钱吗？看看他的变化就知道了。我跟你们说，其实这个蛮现实的，就是你一定要到一定的坎才赚到钱。前面很苦。其实如果说以你一开始真的不会剪片，你要请剪辑师来做的话，根本就是不符合成本。我是觉得说我赚钱真的是至少10万以后才开始领，可以跟一般人正常上班族差不多的薪水，真的是这么辛苦哦。影片够不够丰富，以及你有没有得到客户的宠爱，这真的很重要。有赚到钱，对，哦，对，我觉得我们运气蛮好的。有一个机缘对，我们就属于一个娱乐类型的 YouTuber， 希望可以带给大家快乐啦。有赚到钱，有赚到钱，来，才能有我们的对啊。下一题，小吴胜元卡特有没有对团队的女生心动过？啊？我是满满的问号哎、欸，我欣赏他们每个人不同的。谢谢哦，谢谢。心动吗？动不了哎、欸，卡在这边。心动很难的，没那么容易心动的。对，你有吗？该揍他了吧？没有，我觉得因为太熟了，所以就是不会有那个。好了，盛卡自己彼此是种。对啊。可是如果你说有没有对团队这种彼此，他们就会。好恶，他讲。想问悠悠男友跟小吴团队都是 YouTube， 如果只能选一个团队，你怎么选？我先说。假使悠悠真的要出走的话，哎，不用担心了，我直接选，没有出走。这里是我原本的生活，没道理交男友之后你就跳那个，就舍弃自己原本的自己吧。我也觉得完全不会，干嘛问这一题，对不对？哎，挑拨离间啊！而且这边赚到钱啊！我现实，告白第一题，告白第一题。才能谈恋爱 ，OK？ 够清楚吧，大家，够清楚吧。盛元悠悠到底是不是夫妻？啊？夫妻？我是你，所以我现在有男友，有了。哎，是不是看到这个中华民国宪法有允许这样子吗？现在 OK 了吗 ？OK 吗？不懂这里要怎么回答呢？想做 YouTube 到几岁？几岁哦？做不到，做不到，真的我会觉得。其实我前几天跟我妈聊这个话题，我妈说你至少要欠个3年吧。我想说，我的妈呀！希望说，因为这个蛮新的工作，对，所以我们当然希望可以做越久越好，只是说就是我们还要找方向等等。而且我觉得这已经是变成生活跟兴趣都有结合到，所以应该拍到拍不下去。对。其实我觉得蛮有感动，就是前阵子看这群人他们11年，超久，可以，我们才3年多，我们也太早开始做了吧，好厉害。哎，我们还有7年多啦。这群人的目标，因为他们现在还是很红。对，我会努力的。小吴有跟洋洋交往过吗？这个真的不好说啦。我跟你说，我跟他没有。我想说，我想说，哎，这个梗听起来好像已经玩
过了。我跟他大学的时候非常的好。又来，下一题。有没有曾经玩游戏玩到走心？你说走心的定义是很在乎输赢？我有，但是没有。你说玩到不爽吗？不会不爽啊，可是你就是我玩什么都想赢啊，所以。是在玩的当下会很投入，可是没有到走心，但是输了就输了这样。只是游戏而已，所以还好。如果说是什么10000块，就是你交钱了。没有没有。请问盛元是不是真的很爱玩？为什么盛元男装女装颜值都这么高？这两题有什么关系吗？这两题是回答，是回答。你爱玩吗？我爱玩啊！你看我 IG 就知道我多爱玩，就是很生活精彩。生活玩乐，生活的玩，我就不喜欢待在家里那种。玩乐，对，是感情的，喜欢出去玩，出去玩，没有玩别人。对，颜值高，颜值这么高。哎，其实我刚才被你吓到，超正，心动了。你说一集那个吗？对。也被我自己吓到。哎，知道什么吗？自己去看哪一集？他的五官跟。哦，因为我的指甲很小，都其实比较女。对，我是男生女装，我是女生的身形。他说女装的 size， 不是说女装。对，而且眼睛啊，眼睛五官都小小的，所以超爆长。发现百万订阅当下的反应怎么庆祝？我们不是在直播吗？对，我们在直播，然后900000的时候就有点卡住。对对对。所以其实那个时候就觉得有点等很久，对，一直在等，然后终于破了。其实不会到你真的吓到什么的。不是说像中奖，他不是一夜之间突然的。对，他说我们是一个里程碑，努力了这么久，然后得到这样。可是我真的觉得他最多的是头衔，就你可以说自己是台湾 YouTuber， 其实大家对你的称呼以及可能媒体或什么的他们的说辞。就多了一个头衔。对啊，后来你穿那个金牌装，他就打百万 YouTuber。对。不一定啊，你养得起。哈。是啊，哇哦，我这种感觉。开心。下一题。团队怎么忍受小吴的歌声的？要怎么才可以唱的跟小吴一样好听？哎，其实等一下，哎，忍受有多少题？两题，两题，不可能吧？两个人。OK。忍受没有忍受吧？我想我以前唱歌更难听，我最近是有进步的。哎，对，真的，真的是，我真的是力求进步。我以前是真的难听，抓不到。大学的时候在唱歌，我想说他故意的吗？故意的吗？真的超级。抓不到，大学后来他有抓到他自己的歌路，对，我挑歌，我挑歌，你好有在快进到墙，那就是有没有忍受？没有，有没有忍受？没有吧？为什么很少看到团队跟其他 YouTuber 合作影片？我们有点为边缘。我是因为我们人数应该算是蛮多的哦。我们早期是边缘人，不是因为我认同，我认同，真的。早期其实我们虽然就是流量到蛮好，或者说订阅到什么300000，也没有人找过我们，而且是没有人邀约，真的很少。怎么觉得很酷？怎么？我知道，就觉得我们很边缘吗？然后后来发现，就是后来大家都认识了，就 YouTuber 都认识了之后，发现说浩哥说哦，因为你们已经像是一个团队，这个帮的感觉，应该是比较难，就是插进我们的话。对对对对，或是没他那么好。没错，所以就很少人来问，是真的。卡特自己出来开频道收入，小吴会分红吗？哦，有哦，因为他们有签约。对，我们是有合作关系的。不是随便抽烟跟他讲清楚。对啊，因为其实我在早期给他蛮多协助的，就是关于开频道怎么做、怎么怎么之类的，就帮他一些忙。那抽多少就不方便说，可是，哎，我只能说卡特真的要加油。说十万之后开始进入家庭，还是要有些劲嘛。大家就支持一下喽，家庭。想问网红名人会用 IG 的自由功能吗？自由没在用哎，我有设好自由，可是我很少发，因为我没有什么秘密，对对，而且我不太会去有些负面的东西发出来，我不太会发，所以其实就没有。我有时候会发 Emily 的一些丑照，对，就是哦，太丑了，因为我很怕大家会看到他就是不开路的，而且已经喝醉了，你也发出来啊，他的标准。你要是看小编，看小编最喜欢高。好，对。等一下，讲话。三小编的自由是我刚刚发最轻松。没有，好好厉害。的自由会比一般的还要。对，有时候就是我刷过，想说这不能吧？哦，自由。他的超人真的很精彩。很屌，超精彩，很强，很强。好好看。而且你可以立马判断出来，就是自由跟不是自由，因为差很多。这个很好吃，你看流沙，然后下一则说荒谬世纪一。我这边有人说啊，你刚刚才看的是。
他很会统整，而且很会抓出生活中的反的事情。那他第一为什么这样？第二为什么这样？拍片的场景是租的吗？还是买的？是租的，是租的。因为我们其实不知道未来会到什么规模，所以先租着看看， okay. 而且租了才可以一直搬换。对对对对对对。有什么如果不满意的地方、不适合的地方，可以换掉这样子。小吴不怕蟑螂，有怕其他的昆虫或动物吗？没有啊，蛇，动物是蛇，昆虫我不怕，昆虫我怕，我超级怕蛇。看到蛇，我是电视看到蛇就真的真的超恶的。如果说你说巨蟒放在我肩膀上给我十万，我不要，我不要，我真的太怕。哎，没有十万，太可怕，一百万就可以跑。小吴私下也是这么浮夸吗？是，差不多，没有，他私下更浮夸。真的哎、欸，就是做了小吴之后有收敛一点，对，有收敛一点。哎、欸，大家应该想不到是这个答案，对不 对？大家应该想不到吧？我做了小吴之后，还因为是公众人物，所以还收敛了。对啊，毕竟他可以把新据点那个球打下来。不是，见面会的地点会北中南都有。其实我考虑台北跟台中，考虑两个，因为其实我们后台大数据显示，台中多于台北，对，台中的粉丝最多的，所以我觉得我们必须。照顾一下台中的粉丝，因为其实好多次我们台中都超热情，对，我们都是下山超热情，好多活动，或是星光三月那一次，对，我印象有，但是我们在二楼吃饭，然后有粉丝在对面的车站，对，那边问我们，但其实有被台中的那个。这个程度吓到，真的是哦，撒拉黑，为什么这个声音？对啊，撒拉黑。除了优之外，女装都是自愿的吗？你们看起来哎、我才是不自愿的，我那个完全不想穿的那种。对啊，为什么？然后我就我有头发，然后再加假发。其实基本上题材就是我这边先想出来之后，我说哦，那这样圣元卡特要女装，他们就说嗯好，然后就说、我靠这样子，而且我们女装完又有最不像女装。每次拍开头都会一直重拍吗？因为你们都念得又快又准。哎、欸，看情况，重拍哦，重拍，重拍是吧？对。但我觉得每次来宾来都会觉得我们好像真的想太快了。他的叫什么？卡特。卡特。他的叫什么？没有。卡特。我是山。如果悠悠要一个人到荒岛，你会带小吴、圣元还是卡特？圣元，你会是我吗？因为圣元很会处理一些生活，哎、他可以用手打蟑螂，然后他会煮饭啊。对，你知道小吴就是，如果带他去荒岛，我们还要服侍他。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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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然后卡特的话，不见得能做事。不是，你问他说，哎，我到荒岛在哪里？我在路上。快到，再给五分钟，再给五分钟。小吴最大的禁忌是什么？我还没有特别禁忌，先不划算吧。你用地雷这种吗？你个人的地雷，说谎吧。说谎，说谎不行。如果说是原则的话，工作上其实还好，工作上其实大家都蛮守规矩的。然后如果说自己私底下的话，我不喜欢跟我说谎。最想跟哪位艺人合作？一位只选，只选一位哦。跟Blackpink合作，我的话应该是田馥甄。小吴可以跟圣元垃圾吗？好想看呜呜。哎、欸，这个问题你怎么会选进来呢？因为我选进来。很多事情不是你说想要做的。请过滤好吗？很多事情不是没做过，是不能播。没做过才就开始。如果可以跟成员交换身体，一天要选谁？我喜欢我这个身体。哎、你要用它。小吴有没有要换大一点的房子？你说我家吗？其实我有考虑过哎、欸，东西太多了，对，因为其实一方面是顾虑我家的东西太多，另一方面是狗狗想要给它更大的空间。如果接到不喜欢的业配会怎么处理？我可能就不会接了，不会接吗？其实你们可以发现，我们很多工作都是重复的，就像是固定的保养品、固定的什么什么，就是要喜爱啊，真的有在用跟喜欢才会推荐。没错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干爹。下一个，最羞耻的影片，因为我们没有什么羞耻心。对，其实后来想一想，我真的觉得我在 Blackpink 那只超肥，真的是我巅峰状态。那你是羞耻你个人？哦，羞耻，对啊，羞耻啊，就是拍出来然后把我拍的超肥超丑的这样，看很多人对我印象都是巨。欸、我觉得有一次很羞耻，是就是我们去拍那个西门町，不然、我还蛮喜欢的。干嘛？那每个人的定义又不一样。下一题，有吵架吵到差点解散的经验。
悠悠圣人有兴趣开自己的频道吗？YouTube 圈有点饱和，而且我本来就不是话非常多，我觉得我自己对镜头会有一点卡词，会卡很久。有没有哪一刻想要关掉频道？其实我曾经想过，如果得忧郁症，我就要关频道。我就跟自己说，如果万一有一天我觉得我开始有忧郁的倾向，我就要先停掉频道一阵子。我不想影响到我的身心健康的前提下。想问母羊座的小吴，母羊男做了什么代表他很爱我？被母羊做爱。被母羊做爱。母羊做爱。